风华，他们就是很高的，涨起来，而且都在买。能力会涨起来，一个印象。现在不是中国人在炒地，是印度人在炒地，我们中国人只是小范围的跟他们。其实都是一个说，基本上自己需要的买一块，对，买一块，而不是炒地，大量囤地。真正炒地囤地是印度人，像隔壁四十六区，整片片区都是印度人。谁呀？哦，是印度人在啃，中国人没有。做经济球的，那他们有实力操作起来嘛？因为他们也有钱囤，也有钱买卖。他们本来也在这里，对对对，我本来不知道，对对他带我们就长期发展这边，我们有可能就像你们买这一块地住了就算了，或者顶多再搞个仓库就行了，对，但他们有可能大量的买卖进入，囤，然后炒作市场嘛，对啊，对对，炒作市场，反正就是这里人了，其实他们是一堆人搞这个，对，他们有实力啊，他们很多这边很多有钱的印度人基本上比我们厉害很多很多了，基本上。很高端的这种，在这个国家占据头等地位，就像那个俄罗斯那些寡头一样的，差别非常大。就说在泰国都是华人垄断经济一样，就是可能就是印度人垄断经济。可以说这边印度人，印度尼西亚基本是中国人垄断市场，知道吗？东南亚都是华人啊，有一个印尼嘛，离中国近一些，中国人感觉就好操作。印尼一个那个面粉厂嘛，就是我们福清人，今天说涨价，明天就涨价。就是他垄断，那就垄断控制95%的面粉全部都是他的。什么面？面粉，面粉，面粉。嗯，这就是说，食品就好做。大哥，你们福建人厉害，哪里也没有，人家去的早，人家你还没出生，人家在那打拼。出生。是啊，都非常。他们那些在东南亚的华人，就像印度人在这里，都是说百年历史的。是的，是的，是的，都是说都三代四代。对，那他们祖籍是还是中国吗？认还是有认吗？他们有一些都不会说中文了。不是，他们的孩子说中文，然后都会结巴，知道吗？他们就二代、三代、四代了。泰国采访那些人的时候，他们已经不会说中文了。不会说了吗？不会说中文了。他们都会说土语，然后对，然后他看到我说中文，都兴奋的冲过来，想跟我交流。想跟我学中文，也只能跟我学中文，我又不会英文。你好，美女，这个词蹦不出来了。他主要是说美女的事儿，结巴，别的事情没问题。觉得太危险。我上次在坦桑尼亚三七八岛，碰到有个广东人，他30几岁，在开中国餐厅，他还会说普通话，但是他儿子一句也不会说。他说他儿子就是去得早。他儿子就是在那边土生土长，他也是在那边土生土长，他哦30几岁就是那边生的，他说什么？他爷爷过去的时候，带着他爸爸在那边，我说那像你这样的家庭有几户？他说有5-6户，广东人，二代，他是第三代，他是三代，他儿子是第四代，第四代他儿子就反正就他爷爷过去，他爷爷过去带着他爸爸，他爸爸那个时候小。然后他30几岁年纪嘛，他是那边生的，所以印度人你要知道，基本在这马来这边有70-80%，全部都在这边几代人相传下来，你知道吗？后面呢，他陆陆续续的赶过来。没有的，他们我那么多印度人客户，他也没有归属感的，是吗？他也没有说我在这里，然后落叶生根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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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的。他们也是说在这里办一些产业，然后自己到英国啊，到好的国家去生活啊。比如说也不会说回印度或者那样，印度也不回的。他也看不上印度，他印度也不回。好像这边很多印度人都在英国、美国。对，对，我有很多客户是这样。这边护照，如果你待一定时间的话，去英国很好去的，因为他英属殖民地。对，这是一个点。就可以直接移民到那边去。那当地黑人就可以好去？当地黑人可以直接过去吗？当地黑人，这个要看情况。要有钱吗？就说你去英国好去，要有收入、财产证明的呀。因为他毕竟是属于你没有移民倾向，也像中国一样嘛。哦，你有经济的这个条件的，你要有证明的呀。比如说你银行账户进出多少钱，有多少财产，你没有瞎闹。那去那边打工方便吗？黑人？去英国吗？你说劳工输出了啊，那如果那个是可以的，因为一般来说都是公派过去的，对，私人呢基本去不了。他们还没有这种意识呢，还没到这一步，我觉得。
但是就说相对来说他们的护照去英国会好使一些，而且你知道英国现在它的发展趋势是发展金融业，它不需要那么多劳工的，对，它是发展金融银行业。我们公司有两个小伙子就这样啊，就是拿本护照，然后什么证明啥七八的拿给他，一个星期啪就下来了，他就去英国旅游了，对啊，就几个月前嘛，他去英国旅游完了玩一十来天回来了，他签证很方便啊，因为他就是两年的工作签证，马拉维的跟马拉维有关系的，就好过去很方便啊。没有，你要是从中国直接跳过去那就很难了，这边接住非洲跳跳板跳一下过去就被你们是说移民还是是他刚才说两年是旅游签，那你如果移民的话，你如果有这种长期，我们以前那个五年的生意身份或者永居身份，再跳到英国也简单，比在中国简单。现在其实审批会松一点，对，你知道旅游签证英国还好的。十年呢，美国那个嘛，美国签证，他两个月就出来了，十年哦。马拉维也可以啊。嗯，他们那边他们也是需要证明。上海超市那老板娘不就搞好了吗？啊，他现在生意已经做到那个叫厄什么的怎么来的忘记了，赚多厄瓜多，好像是厄瓜多尔吧，反正是中美洲嘛，反正是厄什么中美洲那边嘛，中南美那个那边国家，他说那个国家跟中国是危地马拉是吧？危地马拉跟中国没建交的。嗯哦，然后他是不能签证，他就是弄的在马拉维签证到美国的十年签证，然后路过直接去了美国，然后就免签到那个国家，跟墨西哥一样。那美国的签证这么一跳更好使。对对，就免签了，你只要有十年美签，有些国家就是免签，就有很多国家是免签，对，美国的签证好使，墨西哥这些都是免签的了。对对，你就像马拉维的五年签证一样，美国的十年签证好使。上次要转掉，对啊，他一直要卖掉。哦，他要去那个那边，对，危地马拉，危地马拉，他那个那边店都开好了呀，超市都开好了。啊，就准备这边清掉，这边清上清掉啊。我们现在就跟他们住一起嘛，上海超市。嗯啊，你可以明天晚上去采访一下他们。采访了就过去耍一耍。住在谁家里？我家。哦，住他家。你们一个院子啊？对不对啊？嗯，我是过来有些路都不会走的，不过这两天跑一跑还算。又想起你原先在哪家？不是吧？不是。哦，原先没看到你。他都说他土语几年没用，就这样还是能蹦出来。他原来讲得很好的，是吧？原来会用一些，现在比不上阿杰了。阿哥现在土人，当地人，爷爷几句话都说得很好。他怎么没啥本事就年轻好学嘛？不不不，你是靠脸吃饭，你不要谦虚。我靠张嘴吃饭。那现在都挺不错的，我看过来哈，都发展的挺不错。国家，你那两年混下来也不错。可以这么说，留下来的人都还都撑住，都挺好啊。但是还是有陆陆续续的人进来，新人还是很多。也有人进来，像你说的，这也有可能新的。这是去年吧？是去年前年走的很多啊。那是刚好在去年税务局下来那年，2013年时候，2014年时候。那不是那时候走的不是傻的，那时候不干要。然后这两年进来人也很多，很多人走出去基本都不认识。现在是真不认识。现在很多人以前不认都认识是吧？原来以前就那么一些人嘛，基本上抬头不见低头见嘛，是不是？以前我觉得马拉维没有什么人不认识，不认识。现在都是不认识，都不认识。现在人多了，关键人多起来，队伍不好带了。不是队伍，新人会非常多嘛？人家自己也在开发，新人会非常多嘛？比例很大，多了一个100来号吧，最少。100来号那不是。而且现在来办厂的、投资的这种很多，实力越来越强的，都是带着实力越来越强是必然的。嗯，因为接下来就搞到你像我们这做这种生意的也不爱来了，是不是？是啊，这种肯定就做贸易的真的少了，嗯，贸易不好做，少。那经济整体也变好，这样的话，
对呀、啊，也是好，也是好事。增长，像阿里说的，基数比较小嘛。嗯，对啊，说翻一倍就翻一倍，翻两倍就翻两倍。你有实业了，你出口各种也都多了嘛，纳税也多了，正常。没有，我感觉这个总统还可以。这总统，对，我那前天晚上问黑人，他说冰谷不错。嗯、然后这个交易是班达下高高两下跑了、嗯、不好，嗯，但是 Peter 不错，是就冰谷弟弟，对，我们当时是冰谷时代嘛，对，我们那是冰谷时代，现在 Peter 时代， Peter 是冰谷的弟弟、嗯、他们这总统连干几年了、嗯、五年连任吗？可以连任，冰谷当时是十年，今年干到七八年的时候挂了，然后那女的接后面那两三年，那遇到这种好的，她多年任个两届、嗯，可能可以的，国家就好很多嘛。啊、嗯，但是也不一定，每个国家都有政策，知道吗？他们政治，你说像政治的东西有导向，像前几年为什么不好做嘛、嗯？就是被欧盟国家给打压了，不援助你嘛，知道吗？什么东西都给你卡住，战队问题，嗯，什么东西都给你卡住，你看经济就马上就。那个时候不就因为没外汇嘛、嗯、直接没油嘛，那没油的时候我们都经历了嘛，是不是非常那那几年生意是多惨，就是太容易想人家想捏就捏嘛，是太容易，不是一方面他们他这个新闻报道好像是30%还是多少的那个财政是财政支出是靠英国来援助的，哦，后来英国不是把你卡了吗？他财政支出就没有了嘛，那就靠税收了了，嗯，所以说对我们这种做贸易的人就很辛苦，厉害，就不好。像他这种英属殖民地，现在英国也还管着他们啊？管不是，因为一方面是英国前两年前三年他们还是有，他们要是说取消那个嘛，烟进口烟嘛，反正禁烟的国家嘛，是不是美英国嘛？以前不是都有，就是说马老爷经营出口量就英国还是都比较大的，然后呢，英国那两年好像禁烟嘛，你没听说过？没有，他反正就是烟草价格很低那里。禁我反正就是说禁烟，不从马老爷出口，进口。但当时我们中国取下来了，刚好跟中国建交，然后中国有。2008年的时候是中国人过来买，续下来了、后面是没人买。后来中国人不是没来了吗？价格太高了，土豪不来了吗？差不多那两年也好一些。其实大国经济真的是对小国影响很大。没有，那时候是汇率，他汇率非要让你贬，而你是说要靠住自己国家撑住，不让它贬值嘛，他只能打压你。那现在是贬的稀里哗啦了。是啊，后来爵士班呢接手之后，他只能让他贬。同一边有外汇进来吗？会，他会一点点、一点点给你渗入进去，你不贬他一分毛都不进来，是这样子。你那时候刚走的时候，我只知道那时候看报纸，他就说你因为那个这个汇率不贬不贬值的问题嘛，这个世界银行不是援不援助的问题，然后石油、汽油进不进来的问题嘛，就影响那时候发展。他让它贬值是因为他进口的那个原材料要求要成本低一点嘛，所以让它贬值嘛。那你这货币贬值了，你对整个国家这个经济不就都影响了吗？我觉得就为什么要让他 你本来一块钱换一美金，你这么一算，是不是？那你现在拿100块钱换一美金，那美元为什么会让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会打压那个俄罗斯呢？为什么非要让你卢比去贬值呢？我一美金可以买你10个玉米，现在让你贬值，我可以买20个玉米，你说你愿不愿意？就是为了让它原料。是啊，出口那些原料变更便宜。对。然后他们物价上涨，他绝对涨不到你汇率变得快，知道吗？他汇率一天都可以飙到天上去，而你那个玉米，你不可能20块钱跳50块钱，这个、管控还是然后再跳100块钱，不可能，好好操作的，不会说瞎贬的。那是，要不然人民就完了。所以说，不过还是受大国操控的那种感觉比较强烈一些。这些我们不聊这么深入，太深了。经济学家生气了，一拍，你们这些无知的屁股。我们也在讨论这些上面国家的，这些我们不专业。对，聊聊本地的，比如说本地的黑人喜欢吃老鼠这种事，
他妈的这个人家不懂对吧，真的吗？真的吗？那天黑人不就说了，他是田里面的田鼠。他们是会吃老鼠，但是是田鼠。路边那不是有卖的吗？其他国家黑人不吃的，就马拉维黑人吃好吧。哦，真的。那福建那个龙岩八大干里面不就有老鼠干吗？你知道那人家是田鼠，这么大是田鼠，你知道吗？一样就是田鼠，受不了，多大？你不要送这个给我。比猫还大，比猫还大。桑鼠就是他们桑鼠，你随便往机场路上一走，抓起来碰到就他们卖老鼠的。你可以去看卡松谷那边卖的最多，机场路上就有啊。看到过一次，我们看到过。我们那天是去萨利马路上，那比较少。对对对，萨利马路上就在这个海关路口。比较快的会是有老鼠的形状吗？那是叫伦巴斯。我没看到是有老鼠。我在马拉维，我什么都晒干了。老鼠不是敢吃，就这个米奇罗，你们都没吃过是吗？没吃过，谁吃啊？我明天给你们买吧。阿杰有吃过吗？阿杰，我怎么会吃那个东西呢？就不吃那个。这我回家打个波都不给你打。不，那个我们中国人都不敢。中国人在这边没有，你用这个词是真爱。你说没有人吃过，我又吃了那个老鼠肉，你要不要来？如果你们想要的话，明天我叫黑人先给你提一公斤回来。都想给你们买。没有，那个还没那么恶心。它是这么小个的，弹幕是这么小个的，身体这么小个，然后尾巴炸了是剩一点点，他们只拿出来粘下眼巴，一口把毛都吃了，我看着他把头也拧下来吃进去，但是里面好像他都清理过了。干的是干的，里面有卤杀过的。你的意思是？那为什么毛不清理啊？毛能消化吗？不知道。你的意思是黑人市场就有卖？黑人市场特别常见。有。那可以请他们吃了之后拍下来就行。不是，请他们买，请我。可以。我们还好。对啊，他们还愿意吃。那好，明天我叫黑人去买，而且价格很便宜。哎，可以。明天去店里。100块钱你可以买。你给他钱，然后让他吃，我来拍。啊。觉得有一些黑人会觉得你在侮辱他。对，那肯定。是不是你看不起我什么呀什么呀？我跟你说。有这种，那肯定要找本人愿意的。找人愿意的，那肯定要本人愿意。这个我可以搞定，这个找人愿意的。你要一定要跟他请下员工就可以呗。拍一些纪录片，对，这个是你们的文化，是的，是的。然后不是说来试试或者怎么样，好奇嘛。其实有很多，马上买，马上吃。因为上次有一次，这个总统嘛是在美国生活四十多年的，嗯，然后上次不是缺粮食嘛。他就开了一句玩笑，他其实是在会议上面开玩笑，是不对的。对，他说你们缺粮食，反正我国人民缺粮食嘛，吃老鼠好了，对不对？就可能就是这么，哇，报纸连续登了一个星期。哦，你是说你总统怎么能叫我去吃老鼠？没米吃可以吃肉吗？哎，那这边舆论还挺那个的呀，就是总统说错了。啊，那很民主，非常民主。哦，你可以批评，你可以说他，你可以。各种说辞都没事，啊，那还挺好，那挺好的呀。他不像有点僵。现在也好一点了吧？也没有。现在也好点了。说那个总理就不得了。现在也说，全扛了，全扛了，没有的事，都进去了，留不下来。对，要剪切掉，要剪切掉。你想，这话题要，没有这个回去肯定好好看。你想想，我这个视频要仔细看一下。当官的不能说，没关系，我这样也好，太长了。哦，关下去。